早晨醒来，哎呦，今天早晨天气不错，阳光明媚，好舒服。看内蒙天多蓝，超级蓝。太热了，我们要把窗户先打开一下。从这边看，外边的天，云都没有。醒来之后，看看做自媒体的这个支架要有多少。这还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我这是洗完的衣服，马上给我叠好放在这儿。看，还有一些在阳台上。哎，这还得慢慢洗。醒来不久就得吃饭了，因为最近起的都比较晚。给你吃什么？猪排，里边还有鸡肉，还有小鲍鱼。中午呢就可以多吃点肉，晚上吃清淡点。中午睡了个午觉，现在已经两点半了。每天现在视频没有早晨，因为早晨我都在睡觉，又什么都做不了，吃了就困。怎么了？我不是带你要出去，我是要下楼去搬东西。要不上车去把 Milo 的一些衣服搬上来，还有一个从来都不怎么用的吊椅搬上来，搬回家里来。走了。嗯，没有人。哦，这个车里的东西还没拿出去，这些还都是没洗的。哦，但是昨天有个不好的消息，一件我很喜欢的衣服，看到没？这是什么？八四消毒液，就这样子的，这件衣服就不能穿了。算了。心在滴血。4000块就这样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搬东西。唯一仅存的就是这个还可以再用的布标。来到车边，我看看这个米老的衣服在哪里。哦天，这要卸出好多东西来。其实我这件事情不太想在小区里干的，但是如果我不卸的话，东西就拿不出来。今天要拿回去的不止那个，还得要拿这个飞机的包包也拿回去。飞机的包包，这些东西你敢相信吗？都冻硬了，所有塑料都是硬的。你说这天有多冷，而且冻了会碎，这个时候你任何塑料东西掉地它都会碎。在这个箱子里，看看啊，这里边应该是有，原本是 Milo 的箱子，现在变成鱼食箱子了，全都是鱼食。 Milo 的衣服，啊，罐头找到了。其实就是下来给米罗找罐头，其他东西都不重要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东西，明天或者后天抽空整理一下渔具。这两天口罩短缺，然后我也没什么口罩，我朋友现在过来给我送口罩。哎，回到家里就是好。我们现在去拿口罩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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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它这个，它欧盟的标准是 FFP1 是就是 N80， FFP2 是 N94， 就 P2 就已经快达到 N95 的标准了，但这个 FFP3 它达到99%，就相当于是 N99。超牛这口罩。